万暨宗教爱心协会今年度特别准备丰盛的年菜礼盒，要送给壮维、宜兰市罗东、三星跟五结共120户弱势家庭，希望透过关怀协助民众度过经济困境。而这些料理只要经过加热，就是澎湃的围炉料理，受惠的民众都觉得实用又方便。年菜，年菜好用不？好用啊！阮阁无钱通啊买啊，倒来就通啊过年就通安尼炊炊通啊来食。嘿，感恩呐、啊！过年的物一物资的发送吼，是要予咱一寡较边缘户的吼来做一个迄个一家菜吼，啊希望因这人会得到小部分的改善啦吼。对万暨协会的爱心，中围乡各界更是表达感谢。毕竟政府资源有限，民间力量无穷，多一份关怀就能帮助更多弱势。大家发出善心嘛，啊，募集资金吼。啊，因平时就拢咧做即种的迄个救济啦吼，啊，伫岁末年终的时啊，啊，或者系社会人吼，就是家境较无好的即个社会人啊，啊来捐一寡年菜啊，互因伫即个围炉的时通啊使用啊咧吼，啊，这是一个非常迄个有意义的即个工课。啊，伊会当来遮吼，啊，做即个过年吼，啊，发放遮个爱心的物资吼，啊，非常感谢吼，啊，感谢伊吼。啊！你咱政府吼，啊照顾较袂到的所在吼，啊，阮这个协会吼，啊来甲咱斗相共安尼。不劳咱这个宜安县所有的边缘户，会当来过一个好年啊！非常这个协会帮忙吼，啊，因会使普通时啊，就拢伫做善事啊，啊，伫遮我代替咱大家吼，非常感谢协会帮忙。做爱心，万暨协会赞。宜兰新闻记者张丽玲采访报道。